大家好，我是电囊主播 Kato， 让我们来看看电囊团队最近发生什么趣事吧。电囊秀起来！宇翔应该可以带掉，这是一个单杀，没办法抓到他。哇，这边角度上有关照，这边伟伟应该是走不掉了，要把伤害打满。哇，滚进去了！这边的话，小一的进攻位置用万象逃开来了，被带球关了起来。哇，改革路斯进场了。是这个狂砍猛砍，先送走宇翔的人头之后，再带走一颗，这时候转起自己的斜吻。但是伟伟的血量很残，最后被触发死神之后还是倒了下来。哇，还在砍伊洛斯。对，双杀之后往前一个地狱雷鸣踩到了小一，小一血量很残，但是也成功劝退两名地狱雷鸣，踩到了两名成员。哇，这时候小一血量很残，瑟美斯很凶。不让你吸。我先放松吃吧，不要叫我，这太糗了。HK 温馨喊话，我就烂。我们一起口号，一起加，一起出国。我就每一句都这样讲，没有这句新台词就来了。我超烂，我们都烂，我就烂。所以一起加，一起出国，一起出国。电狼天心力，兰特加入。会觉得这是什么奇怪剧本？哎呦，觉得这个剧本是蛮奇怪，但是我有常见的感觉。今天有人会破蛋。他讲个还蛮有梗 ，PTT 的，大家说小狗跟卡特跟小花生这三个人。总有一边会拿手册，傻小，这个是很尴尬，这是没有错的，这是强制破你们的100%，首胜感动，喜极而泣。这边就要恭喜闪电狼以芝落山的成绩成功拿到这一季的首胜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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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赢了，第一次赢了。没事啊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赛程吧。今天电狼快报就到这里，记得订阅闪电狼 YT， 追踪闪电狼粉丝团和 IG， 一起支持闪电狼。我是打野卡托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